Jom Mandiri, satu hari, satu ilmu. Selamat Aidilfitri, 献给我们亲爱的姐妹兄弟, 每一年只有那一次, 让我们庆祝这个神圣的日子。 Assalamualaikum, 大家好, 我是伊丽老师, 在这里呢, 我想祝全世界所有的穆斯林朋友们, 开斋节快乐, 希望你们和家人都平安快乐。 今年的开斋节可能跟以前不一样了, 对吗? 有的人今年可能没法回老家, 只能一个人过节。 有的人呢可能连新衣服都没兴趣买了。 小朋友的礼包今年可能会少了一些。 虽然是这样, 但是老师希望大家都可以寻找最快乐的方式来庆祝今年的开斋节。 所以你们不要不开心嘛, 一切都是真主最好的安排哦。 开斋节快乐, 再见。